结伴的骨就过年哦。啊，对啊。要你提前是过年啊？有钱就去过过年，无钱过人生年啊。今年过年该过个几号啊？一月十个啊。哦，一月十一号啊。嗯。六日该过个几号过年啊？七月十号。不是毛巾哥带着葱辣酱好吃啊？买葱怎么讲？你吃了怎么葱啊？吃了之后再葱啊？你再葱了怎么吃？我不能买酱。啊，结伴的骨就过年哦。嗯，对啊。要你提前是过年啊？有钱就去过过年，无钱过人生年啊。今年过年该过个几号啊？一月十个啊。哦，一月十一号啊。嗯。六日该过个几号过年啊？七月十号。不是毛巾哥带着葱辣酱好吃啊？买葱怎么讲？你吃了怎么葱啊？吃了之后再葱啊？你再葱了怎么吃？我不能买酱。结伴的骨就过年哦。嗯，对啊。要你提前是过年啊？有钱就去过过年，无钱过人生年啊。今年过年该过个几号啊？一月十个啊。哦，一月十一号啊。嗯。六日该过个几号过年啊？七月十号。不是毛巾哥带着葱辣酱好吃啊？买葱怎么讲？你吃了怎么葱啊？吃了之后再葱啊。那再重了这一架，我不能买架。